有人在吗？要什么自己拿。要买点什么？你们老板在吗？啊，我就是。你们在招人吗？你们要人吗？啊，要人。啊。多少钱？一共10块钱。欢迎下次光临。下次。大爷。对了，你们这附近有没有卖火车票的？有啊，在那边坐201公交车就能到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杰哥，啊，很辛苦吧？擦擦汗吧。谢谢。对了，我下午想请个假。啊？我有点急事儿。你去吧。谢谢。哎，你开我车去。你好，你好。有没有今天到重庆的火车票？有，今天下午6点有一趟。再早点还有吗？没有了。那好吧，拿一张。多少钱一张？286。小哈，妈妈，来，妈妈抱。妈妈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对不起啊，妈妈来晚了。亲一个，真乖。小哈，妈妈来了。嗯，画展在上面，咱们上去吧。哎，好。嗯，走吧。
杰哥，你快坐下喝点茶吧。好。你看看你热的，出这么多汗。米酒、冰淇淋，还有酸奶，他说下次给我们补齐。啊？可是这几样都是我们店里卖的最好的，存货又不多了，怎么办呀？喂。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来。听见了？哦，电扇已经好久不转了，好像是坏了。喂，怎么了？好，我马上到。你先自己对对，车子我借了。哎，真对不起，孩子班上的老师有事，今天是由这位老师来顶班。当时小朋友们在院子里玩，我只是去了趟洗手间，回来的时候小哈就不见了。听其他小朋友说，是一个叔叔把他接走的。怎么样，小哈找到了吗？哎，老师啊，孩子是主动跟那个男人走的，还是被强迫给领走的？我当时不在场，我问过小朋友，小朋友也不清楚。嗯，所以我们就赶快报警了。如果是冲着我来的，应该不会离开南松。我想也是这样的，不管是不是毛放，孩子现在下落不明。小郑，到。不是所有人，不管是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孩子找到。是，老师，这件事呢，也不能怪你，你也不要太自责。如果有什么消息，马上联络我们。好的，好吧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哎，我们走。好。什么情况？海西啊，江边那边有情况，快上车。急成什么样了，潘队长，对不起啊，我主要是太想孩子了，所以就没控制住。真的对不起啊，兄弟，我可以向队里写个检讨，
道个歉什么的。杨瑞，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吧？你的情况呢，我了解一些。我本来觉得你是个挺成熟的小伙子，没想到会干出这种愚蠢的事儿来。你难道不知道？潘队长，我来跟他说吧。好了好了，你们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吧。以后不许再开这种玩笑了啊！给你添麻烦了。如果再有下一次，别怪我追究你的责任，啊！还有你，这缉毒大队是让你开玩笑的地方吗？好好反省反省。是。行了，我干自己活去了。文心，生气了？我主要是太想小哈了，所以就没控制住。姚瑞，你真的不应该来。我不明白。什么意思？你慢慢聊，我先出去了。毛姐，你等一下，我跟你一起走。安心，我想跟你聊一会儿。该说的，我在信上写的都很清楚了。你还是回去吧。你过得好吗？我过得很好，谢谢。我有很多事情不明白。我希望你能跟我说清楚。你能出狱，我很高兴。这几个月，我想了很多。我对以后的生活有了新的打算。我不奢望得到你的祝福。但我真的希望你在重庆能够过得更好，愿你能够幸福。你觉得会吗？杨润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至于怎么做，是你的事情。好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